好，家人们，咱接上一视频，咱这一圈完成之后呢，还是和三辫子最上面这一针辫子针这里勾一个引拔连接，然后再往后引拔，我们引拔到第三针上，这是第二针，第三针，好，完了之后我们理一二三三个辫子，然后还是在这个针目里再勾一个长针。好，长针完成之后立一个辫子，然后还是在同一个针目里再勾两个长针，一个，哎，两个，好，两个长针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立一个辫子，再到这个上面哈，第三个针目，一二三，第三个针目勾两个长针，一个辫子，然后再两个长针。好，现在就形成了水獭花了，家人们哈，你看一个两个，然后一个辫子，还是在第三个针目勾两个长针，一个辫子，然后再两个长针。好，然后一个辫子，水草花和水草花中间有一个辫子相隔，这中间这四个长针，两个长针中间哈，四个长针中间这里有一个辫子相隔。好，家人们就以同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完成。